神奇宝贝猜谜时间到啦！下列六只宝可梦中有两只出现在了本期影片当中。看完影片之后，如果你猜出了他们是谁，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留言里吧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一下喜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最新的影片，请点击这里的订阅按钮，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闹铃标志，这样每当有新影片发布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关于游戏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我是 Teddy。Teddy， 今天我们来幸运方块宝可梦的对战啊。那么今天的视频有两个改进的地方，首先一个就是这个包包，对，麦克风是吧？之前我们用了两个麦克风，然后大家反映有这个回音啊，就是有重音的现象，所以今天我们尝试用这一个麦克风来录，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另外一个改进呢，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的。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幸运方块，不管是幸运值负50、零还是100，是不是都有好多物品啊？什么 CD 啊、糖果之类的啊？现在我通过修改一个这个幸运方块里面的文件，导致现在这个每个方块里面保证都出宝可梦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这21个幸运方块肯定会得到21只宝可梦，出现比较厉害的宝可梦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啊！好，你先来开吧。你从这儿开的蔓藤怪。好，我们顺便验证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宝可梦啊？来，出现了，又是雷电，哦，超进化的，超进化，可以超进化的雷电兽，不错，厉害了。下一个，来吧，是小灰怪，哎呀，可以进化成大雨怪。来吧，走，幸福蛋，耶，来吧，哇，神兽，哇，你出神兽了，负50就出神兽啊，来，盾甲茧，啊，来，谁，保姆曼波，该这个幸运值是零的了，来吧，章鱼桶，好，再来，来，这是恰雷姆，又是个超进化，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恰雷姆啊？你记不记得那次我恰雷姆一条舞啊？记得。来，走。谁？哦，这是哦，这是那个藏尾，这叫什么什么龙来着？叫那个心灵龙。哦 ，Jumbo， 哦，好吧，可以。心灵龙，然后可以变成鳞甲龙，然后变成藏尾鳞甲龙。对，好好好。哎，怎么收不过来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，你有半神兽了。来。是风女王，好，这个没啥用。对，下一针，走起。谁？电萤虫，小虫子，估计是用不上了。下一针，来吧。是奇鲁利亚，哇，又可以进化的，而且可以超进化的。对呀。来。是坦克车鼬，好。我该100的了。没错。压力很大呀。出现。爆音怪。爆音怪。哇，很厉害啊！再来，来，圈圈熊，哎，好，这个是普通的，这个没什么。再来，来，玛瑙水母，水母，好，哎，下一个，来，什么玩意？绵绵泡芙，出现，是，哇，无敌了，哇，暗黑洞加石墨无敌啊，无敌了，没解呀，洞吸或重蓄速度比我快，没错呀，来吧，走。谁？哇哟，这个奇拉蒂娜，闪光的奇拉蒂娜，没错，哇，而且厉害了，而且是那个起源形态，哎，这是起源形态还是什么形态啊？别种形态啊？别种形态，这是别种形态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来吧，是谁？哇，神兽，哇，你这最后三只简直逆天了，哇，除了准神兽就是神兽，好吧，我压力太大了，好，我的负50的开始了，啊，土狼犬，好吧，可以变大狼犬。再来，象征鸟。哦，我还以为有空呢。象征鸟，两个没用的。来吧，龙卷云。好，我也出神兽了。来，出现吧，煤炭龟。好，下一只，圆盖海龟，好多的龟呀，我连续抽到龟。来吧，毒窟蛙。哦，毒窟蛙好像还可以。但是我要神兽半神兽啊！对呀，不然没来跟我杠。火球鼠，好，收走，我就看零的了。接下来是零的这一排，来吧，电龙，可以超进化，但是并不是很厉害啊。再来吧，哎呀，月石，好，下一只是谁呢？
年美儿终于有半神兽了。年美鹿龙，下一只，哦，军色素枭，耶！再来，嘎啦嘎啦，好吧，再来，耶，拉达，再来，卷卷耳，完了，这几个很普通啊。对呀、啊，就看年美龙了。对呀、啊，出现吧，南瓜怪人。哇，我神兽明显比你少很多。没错。你还有奇拉蒂娜，我七路天。我们两个都抽到沙袋朵了。没错，来。谁？不可击鼓是闪光的。来吧，啊，未知兔的又闪光。我这幸运值100全都是这个闪光的了。对呀、啊。闪光也是幸运的一部分。没错。来，我不，好弱。变爪王。变爪王有什么用？来吧。哎呦，呆呆 王。哎呀，呆呆王，最后一只了，来只厉害的多片兽。来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好了，选人了，选人了，选人了。来来来，让我来选一下人啊。嗯，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么我第一局的出场阵容是年美龙、橘色速枭、龙卷云、火爆兽、肋骨海龟以及沙奈朵。我的是奇拉蒂娜、达克莱伊、哇恰雷姆、高某欧、雷电云三首恶龙。哇，只有一个不是准神兽和神兽的。对。我的天，我的超进化的是沙奈朵。我是恰雷姆。好。三二一，走！肋骨海龟上来，王牌！要不要这么横啊？要不要这么横？上来就打克莱伊啊！暗黑洞。好的。我打算一挑六。好，你非常有机会一挑六啊！水泡。睡。睡了。必定命中啊！十万。换人。这必须得换人啊！哎呀，我还真没有什么斗戏的哎，龙卷云。好，斗戏招式、啊。石梦失败。暗黑洞。闭嘴。你为什么躲避啊？啊，我躲避了。哎，对呀，我为什么能躲避暗黑洞啊？暗黑洞不是命中率100%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不错哎。继续暗黑洞。闭嘴。啊？躲避。你这个闪避率。啊？暗黑洞对龙卷云无效吗？哇，这个事情也是很奇怪了。总之我已经干掉达克莱伊了。哇天！哇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雷电云。好，两个云。放电。哎呀，你克我。嗯。你克我，那么我要用第二个换人名额了。年美龙。哦。来吧，年美龙。电。好，效果不错。那么龙之波动。龙系来对付你。咬碎。我。咬不动。哎呀，你是电加飞行啊！逆鳞，扛住逆！哎呀，没死！你先出招！哦 no， 你先出招哎！哎呀，我的雷电云啊！好吧，那我应该怎么考虑呢？火爆兽，电光一闪，总该可以了吧？咬碎！好，闪了！没了！耶！哇、哦！但是你的超强大还没上呢。对呀、啊，三手恶龙。哦，三手恶龙。那么咬碎，喷射火焰。哎呦，完全打不动。对呀、啊，对龙系效果不佳呀、啊，我不应该用龙系，不应该用火系。滚动，来来来，滚动了，滚动了，滚动滚动啊，滚动得后面才厉害啊。沙奈朵。Mega 进化。月亮之力，这得换人。不送啊，三手恶龙都不送。那是，恰雷姆。哎呀，恰雷姆来了。好，我的超进化，超进化了。你是豆加超能啊？好，看我这招月亮之力打你多少？秒杀！耶，沙袋朵好样的。那我完了，剩下这三只都是龙系。好，我看看我的沙袋朵能不能逆袭。嗯，先上三手恶龙。好，月亮之力，咬碎。龙系招你是不能，轰，秒一个。耶 ，Come on， 还有两个厉害的呢。第二个，冲月亮之力。哦，秒了两个了。最后一只。好，奇拉蒂娜是吧？月亮之力，暗影潜袭，消失了，糟了，躲避了。看我的鬼戏！月亮之力，哎呀，沙袋朵呀，还是玩不过奇拉蒂娜呀。没错。鬼戏，这鬼戏。哦。
看谁先出招啊！阿姨潜行。哎，我用这个突袭的话，我就会先出招。嗯，突袭。突袭恶袭的。哎呀，恶袭按道理对鬼系效果也挺好。消失了，消失了。突袭。躲避。躲避攻击。好。哎呀，被干掉了。龙卷云，好歹我也有个神兽啊。咬碎。阿姨潜行。哇，我完全咬不动啊。又消失了，那我也只能咬碎，躲避，扛住了，好的，咬碎，阿姨潜行，不错，没咬死，不错，又消失了，这下我扛不住了，可能，再咬碎，好，扛住，哎呀，没扛住，好吧，肋骨海龟再睡，还有，这下完了，咬碎，不捣蛋，哎呀，快行，快行，快行，没行，不捣蛋。咬碎，干掉！哇，我就差一点点啊！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只剩下奇拉蒂娜了？对，完全有希望啊！嗯、好，我赶紧增强一下我的实力。好，来吧，先来五个。哎呀，人造细胞软、哎、没啥用。下一个，斗笠姑，斗系的，再来。蚊香蛙黄，这什么玩意？这是什么玩意？下一个，哦，巨角怪可以哎，巨角怪可以。下一阵爆音怪，哎呀也还行。那么我要开十个了啊，我这次没有神兽啊。来，斧牙龙，嗯，双斧战龙。再来，拉鲁拉斯，哎呀，又是沙奈朵。这重复的我就不用了啊。嗯。再来，啊，幸福蛋，幸福，一点都不 lucky。嗯。来吧，大嘴娃，也是超音蛙。好，最后一只了，会是谁呢？炼猴，炼猴，哎呀，我天！炼猴可以踢掉火爆兽。嗯，好，我来调整一下啊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我们第二局了啊。嗯。这次我是换上了炼猴，踢掉了火爆兽，嗯、然后巨爪怪换掉了肋骨海龟、嗯，其他的没变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后来发现了。怎么了？那个暗黑洞啊，命中率给它改了，变成了50%了。哦，现在命中率只有50%了。嗯。以前是100%的。可能认为这样太赖了，所以给他改了啊。好吧，那也没有那么的恐怖了。对。那么先上他。好。三二一，走，炼猴。Come on。哎呀。斗和斗，但是你这实力也太强劲了。换人。打。冲天拳。好的。我就知道。沙奈朵。换人。南阿进化。月亮之力。恰林姆不能上了，雷电云。好，换了一个雷电云上来收这一招。我在超进化了，沙奈朵就靠你了。我哇，那边有只赤焰狂兽。哎，我看到它了，在这儿呢。秒！哎呀！哇，超进化沙奈朵秒神兽，天，太帅了！致命一击。我天，看来我这里面只有他的一堆。哎呀，但是你这个也有龙系啊。对啊，阿姨潜行。哦，月亮之力，很好，消失，消失，躲避攻击，好，我扛了，好，月亮之力，你打算送一个沙奈朵？哎呀，万一扛住了，不就秒你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要用粘美龙，逆鳞，扛住了，逆鳞，哎呀，还是打不过奇拉蒂娜呀，龙爪，干掉，你这闪光的奇拉蒂娜太累了，战神还是干不过。神兽啊，没错，龙卷云，看我用咬碎，安全行，好，咬动了，只要我能扛住这一下，再咬一下就能赢，咬碎，躲避，好，扛住，咬碎，安全行，再见，奇拉蒂娜、哎，哇，终于干掉奇拉蒂娜了，但是我能克制龙系的都没了，嗯，这下不好了 ，Come on， 好 ，Come on， 哎，斗戏啊，噪音。神通力还行、哎、哇，这个、okay. 这个我扛不住了，这大招太厉害了，巨蛇速消，凌天噪音，精神枷锁，扛住，怎么样啊，没死，那我扛不住第二下了，对，凌天噪音、光合作用，哈哈哈，来不及了，想回得过来，哎呀，巨爪怪，早用巨爪怪可能就赢了，凌天噪音，对阵，扛住！哎呀，对呀，我应该早用巨爪怪呀，来吧！龙，好，臂锤，龙波动，
扛住，滚，哇、哦、没秒，巨爪怪好样的，但是没秒啊，闭嘴，龙哥呢？嗯呢，好，我还有最后一个人，练猴，这是你的大牌吗？我的也不大的牌，我的小牌，地雷，近身战，哎呦，耶、yeah! ，很好，练猴，上吧，打出来，哦，又来个恶系的，近身战，恶波动，扛住，秒杀，哎呀， yeah! 太棒了，还有吗？最后一只，哇，又是最后一只了，来个进化，我被克哎，意念头锤，你有超能力啊，我被克。闪焰冲锋跟你拼了，哇你还超级化了在最后边，这不好办呀，来吧，闪焰冲锋带着反伤的，不要，还行，一念头锤、嗯、没搞住，我又是只差一点点，没错，好办，每次都差一点点，好，我又要开了啊，对，我再开我直接放在这中间吧，一二三四五啊、五个是吧？好，我来这五个试试看啊！希望我能加强一点。又是未知图腾，闪光。好，再来，灯笼鱼。哎、你这次要开十个了。好，再来啊！出现吧，龙王蝎。Oh no！ 下一只，巨金怪。耶、yeah! ，这只不错，这只相当不错。嗯、再来，君主蛇。君主蛇，君主蛇就算了吧。好，巨金怪我得换上。好了，最后一局的决战，这次不能叫决战了，因为你已经获胜了，你已经两分了。好，看看能不能让我扳回一局啊！我这次派出了巨金怪，然后也让他带了超进化石。好，啊，我要先上他了。来吧，来吧，三二一，走！巨爪怪，雷电云。哎呀，好，你的雷电云也是闪光的。嗯，好。哎，我有电系克你。那怎么办啊？不对，你还有地面系，我有地面系想不到。好。烟蹦，怎么样呢？咬碎，好，扛得很好，好，蹦得不错，耶，继续蹦，烟蹦，必锤，我打我不少，蹦死，耶，好，干掉一只神兽，下手龙，哦，三手恶龙啊，必锤，龙不动，哎呀，巨爪怪没扛住啊，沙袋罗，换人。哎，用月亮之力，完了，这下我会扛一下啊！对，哦，不错，哇，不错哎！暗影潜袭啊，消失了！哎呀，哎，我怎么自己用了蓄血之吻呢？嗯？啊？什么？你躲避了攻击显示？对啊，我已经潜袭消失了。啊？是吗？嗯。那我刚才自己用了个这个蓄血之吻，等一下啊，我要出招，粘美容来试试。暗影潜袭，哇！但是粘美容没有机会比他速度快呀、啊。龙爪，逆鳞 ，OK。哎呀，粘美容送了。嗯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奇拉蒂娜太讨厌了。嗯、哎，得你比你速度快才行。巨色速效，快不快？暗影潜袭，突袭。哦，先打是先打了。但是打不动啊。好吧，消失了。突袭，躲避。斩掉。哎呀，奇拉蒂娜打谁都是一招。没错，这怎么办？沙袋罗，吸取之吻，完了又消失了，太讨厌了！吸取之吻，哎呀！哇，我这奇拉蒂娜难道要一挑六？一挑六了，龙卷云，咬碎！啊，潜袭！好哦，龙卷云比他快啊，早用龙卷云就完事了呗。Come on！嗯，鳞片噪音，神通力。还不错，鳞片噪音扛得不错、哎，神通力，再见吧，再见，哎、呀、yeah ，又干掉了 Como， 天哪，我好歹是神兽，你只是半神兽，三手王龙，哦，必锤，龙不动，好打得不错、啊，扛住呀，扛住，扛住了，龙卷云速度也太快了，必锤，咬碎，哎，为什么你速度比，哦，必锤，速度，对呀，必锤降速度。哎呀，这太气人了！巨金怪，恶西克，咬碎 ，mega 进化，必锤。我就知道他有必锤的。看谁速度快啊！嗯、巨金怪，看看我能不能速度快一点呢？好。哇哈哈，你是不是最后一个人？不是。好吧。我还有恰雷姆达克莱伊没出。完了，这局还不如前两局呢。没
主要是你这个奇拉蒂娜太难对付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幸运方块宝可梦对战就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